乌克兰四大国宝级女神第四位，她就是超模萨莎·赫梅洛夫斯卡。萨莎原名叫桑德拉·布林扎，身高180厘米，她的面容同时具有东西方人的特征，她的步伐总是带着一股强大的气场，如同女王君临一般。第三位，世界最美的艺术体操选手安娜·贝索诺娃。安娜出生在一个体育世家，不仅长相如同仙女一般，她的体操也如同仙女舞蹈，曾多次获得过艺术体操世界冠军，还参加过雅典和北京两届奥运会。第二位，米拉·乔沃维奇。当初一部《生化危机》让全世界认识了乔沃维奇，由于酷似泰勒·斯威夫特，我还一度将两人傻傻分不清。现在的乔沃维奇可以说就是乌克兰最有影响力的女性。第一位，圣女天团组合。这个组合从2000年成立发展到今天，一共经历了20代20名成员的更换，每一代都是由三位漂亮的小姐姐组成。你可能不认识她们，但一定听过她们的歌，可以说她们现在已经成为了乌克兰的文化符号。